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本期《中国文艺》，我是主持人孟胜男。魔术充满神奇，魔法就在眼前。感受魔术魅力，畅享艺术奇观。敬请收看系列节目《魔法奇观》。魔术充满了神奇，也充满了乐趣。歌手阿宝也参加到了魔术表演中来，而且是边唱边演。表演魔术可是需要点真功夫的，阿宝能行吗？怎么样，阿宝表演的魔术不错吧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大家都知道，魔术靠的是遮挡，遮挡的背后则是设计巧妙的机关。为了让大家看看魔术是怎样变的，这一回魔术师和阿宝带来了一板透明的，您看看吧，这机关在哪儿？今天我就要和阿宝挑战一个难度更高的，我们要表演一个透明版本的。什么叫透明版本？透明版本就是我们要扯掉这些所有装在上面的喷绘板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再把道具落回去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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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各位，这就是你们最想看到的透明版本 music。
咱们从他们当中抽出一个人来挑。来，我们先站两边好不好？我们先站两边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。来来来，我们的嘉宾都上来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要揭晓，我将悬浮什么？我要悬浮的是人。人呐、啊，那你要悬浮他们，不会是我吧？对对对，而且呢，我想从我们嘉宾中选一位来，感受一下悬浮在空中的那种飞一般的感觉，非常棒。真的、啊？对对对对对，有哪一位愿意做我的搭档来完成这个魔术？有吗？有吗？有你，好、啊，可以可以，这有一位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来这样，来我们可以，待会儿呢，我要求你踩在这上面。躺下来，好的，好，好，你躺下来，好，躺下来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好好好，放松 ，OK OK， 好了。哦，躺好了吗？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让我们一起来见证魔法奇迹。杰是一位韩国魔术师，他的表演自然细腻，在魔术中擅长营造气氛，在不经意间创造让你目瞪口呆的场景。
如今的魔术表演已经突破了仅仅是表演技艺的旧模式，在表演中充分利用光电等形式，使魔术节目更加赏心悦目。演员莫小琪和魔术师刘世杰还在表演中加入了故事情节，使整个表演跌宕起伏并充满悬念。Always some reason.
短短的这个时间的学习呢，我的老师已经变成了我的助手了，我非常得意，感觉我今天要为大家表演切胳膊。这么精彩的一个魔术表演，我当然要请一个非常帅的、有气质的、有内涵的搭档，他就是我们的男主持人任鲁豫。一般遇到难题的时候都会来找我任博士，说吧，你遇到什么困难了？借用一下您的胳膊切一下而已。那我以后的我就没有胳膊了，我怎么办呢？你们谁让我上来的？你们明明说让我上来是变科学讲解魔术的。别浪费时间，来吧，上战场。相信我，一定要相信我。这里面没有刀吧？相信我，我现在已经学成了，我是大魔术师，对，放松，好。等一下，你们给我买保险了吗？没有，上道具。啊，这么大的刀啊！真刀实枪，而且还是个二流的魔术师。闹，来上水果。是不是看起来很爽的感觉？准备好哦，你越乱动会越危险哦。啊！不要害怕，看好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再来一个，看能把它给我切回来。啊！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流血了。流血了？是吗？我感觉哗哗哗液体的。既然他已经感觉自己受伤的话，那我就给他施点魔法，再让他回来。要不我也不想对他负责任，对吗？来，一二三，不灵不灵。他还在抽搐。呀，这节目播完之后，人家会不会觉得我这女演员太暴力了？有点。印证了一句话。拿起来看一下。最毒女人心啊。
别惹人。我的胳膊你都拿走了。哎，这这这，你看给他吓的，再给他还回去。啊！我的天哪！什么？你们不信？只有我那像假的是吧？太小看了。没了吧？没了吧？没了吧？哎，我就跟你说，什么事儿都不会有了。你抽出去来，走你，走走走走，看什么事儿没有？哇！看看，连点印儿都没有，给吓的。哎，真的没事。